新秀选手罗开元，豫剧演员陈实，好男儿沈仁杰，著名造型师谢丽君，商界英才袁岳，著名歌手沈小岑，武林争霸即将开战，敬请期待。十场，哇！一眨眼已经十场了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应该说我们六位选手的组合呢是非常的特别。不过我们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专业评审。第一位，国际评审方俊老师。第二位呢，赵明评审，欢迎您，也是国际评审。第三位，同样国际评审杨先平老师，欢迎。这边呢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明星助威团啊。首先豆豆，旁边这一位赵志刚先生，欢迎您。下一位，吉雪萍小姐，欢迎您；黄海先生，欢迎您；周吉小姐，欢迎您。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，沈小岑。沈小岑，著名抒情女中音歌手，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人。一曲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，让人们想起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。也让当时的青年歌手沈小岑名扬全国。今日一曲风情万种的火辣桑巴，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他。黑对我来说是一种健康的表现，所以我很喜欢自己黑一点。我想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个节目。怎么那么难呢？我问他对我有信心吗？他说有，那我就更应该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你在排练的时候，你并不觉得自己的自信心有多强，但是偏偏在比赛那一天，在上场那一天，你会发挥得特别的出色，或者你就是整个就是失控。
很具有震撼力，感觉像是到了非洲。对啊，您感觉是猎人与豹的一段狂想。我不知道其他几位是不是这种感觉哦。沈小岑老师是我全场的明星当中最最期待的一个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在我的心里压力太大了呀，有着特别的感受。因为家里面记忆当中有四个喇叭，什么录音机的时候，对，就一直在旋转的就是你的歌声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你那首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，我在小学的时候跟所有的同学，就是第一首被我们恶搞的歌曲，你想听听吗？想听呀，听啊听啊。请到天涯海角来，这里有人要跳海，说了一声 goodbye， 扑腾一声跳下来。Oh my god！ 我在学生时代唱这首歌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几十年以后我会真的唱给陈小岑本人听。这个黑猫警长的歌也都是我们记忆犹新的，尤其是最后说。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致敬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这个向你致敬也是表示我今天对你舞蹈的肯定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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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第一次听到来自豆豆的粉丝的评价。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经常一起演出，一起演出。所以呢，当年的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的明星，我们整个演出团的明星，经常是最后一个压台的。对吧，压轴戏肯定是小陈的，所以呢就是对他太熟悉了。我去过那个排练厅，我看到他那么刻苦的这个训练，我相信他今天晚上肯定会跳得很好，所以今天确实我觉得是让我最惊讶的一位选手。谢谢谢谢谢谢指导，谢谢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，今天台上也这样看到，因为以前我们知道你唱歌唱的是柔情版的，然后你在国外待那么多年，你现在把你的音乐变成了有国外的东西的，然后再带回来，你没有停止过，这个很不容易。因为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他就不想再去努力或者再突破了，他会停下来。你没有，这个很难。我觉得你是我们在这个演艺道上的一个榜样。现在的上海所谓的明星很多，但是八十年代前期，我觉得上海能够成为明星的不多。沈老师其中之一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满足了电视机前上海观众的一些怀旧情绪，我觉得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点，我觉得。谢谢周瑾。如果这场播的时候，我要叫我妈妈和阿姨什么的，家里的人一起看。我也很希望我到沈老师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能有那么妙曼的身材，也可以依然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穿得很闪亮的站在大家面前，还是那么有热情对生活对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陈小姐真的了不起啊，谢谢，影响了这边四位这个过去，还将决定周瑾的未来，真了不起了。好，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明星粉丝团，谢谢，感动感动，来，谢谢我们三位评审。你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你的笑声和你的这个舞蹈是一样的，唯一的不好的一点点东西就是说可能今天是你太紧张了，那么没有舞蹈房，压力太大了。对，没有舞蹈房这么松弛。但是有一点，你给我们带来了快乐，因为还是你的性格，你的歌声和你的舞姿是一样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您的动作缺乏的是你的髋部以下的弹性，也就是三个主要的大关节：踝、膝、髋，尤其髋部，髋部就感觉你的。肚脐像一个眼睛，闭上，睁开，闭上，睁开，那么你的动作更漂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杨老师，我觉得真的是在舞蹈上，我已经觉得好像我不能再评价什么，因为你的人格的魅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了我。我觉得像沈老师这样啊，这么优秀的艺术家，永远的努力，永远的追求，永远的实践。就会永远的美丽，永远的长青。太感动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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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曾经的偶像沈小岑老师。对，好，再给沈小岑亮分之前呢，我们再次有请其他五位选手登场。第一位选手罗开元，第二位陈世，第三位沈仁杰，第四位谢丽君，第五位袁月。目前为止呢，排名第一的是陈石，27.2分；排名第二的是沈仁杰和袁月，两位并列27分。我们来看一下沈小岑老师的分数，方俊8.9分，
赵明9.2分，杨先婷9.3分，所以他最后的得分呢应该是27.4分，27.4分排名第一，恭喜你。那这样看来呢，今天晋级的将是四位选手，我们的沈小岑、我们的陈氏以及沈仁杰和袁月，再次恭喜四位，谢谢。也非常感谢。同样呢，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罗开元和谢丽君，感谢你们今天的精彩表现和付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同样呢，我们要抽取今天的幸运观众，他可以获得由老庙黄金提供的精美礼品。滚动，停，恭喜你。好，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武林大会再见。再见。幸运观众获得由老庙黄金提供的精美奖品。武林大会方招舞蹈，青少年艺术团正在招募。